有钱人会被高仿吗？答案是一定的。我经常给有钱人做包，他们都是真假混背，买东西也是因为选择而不是因为价钱。在他们的那个圈儿，看不出来价格的才是真正的奢侈品。就比如这款包，价钱虽不及 LV 的十分之一，但是它的价值却高于 LV 100倍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种独一无二的手工包，那就给我点个赞吧。